其实单排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打，有个好心态，单排战神有时间就能上。你们看这波光明顶有人，我一点都不慌，直接莽，提前枪加反应直接带走。牛逼！还有这波，最后一个人在下边，我们封烟直接跳下去。他周围有很多烟，他绝对不知道我们已经下来了。打个药，我们直接猛过去。吃鸡牛逼！此时场上还剩最后一个，我们已经确定他的位置在下边树后。他不在圈内，我们封烟往圈内拉。据我所知，他的烟雾弹已经用完了。我们等刷圈，他必定干拉。利用烟雾弹打闪身枪。对面是个单排在榜战神玩家，侥幸拿捏。单排决赛圈看见这种自闭烟，我们可以试探性的往里面丢颗手雷，最好是顺爆。顺爆牛逼！场上还剩下两个敌人，我们利用他们打架的时间赶紧进圈。在烟里原地跳跃，收集敌人的位置信息。来回走动，防止吃雷。对面不动，我们来回把假雷引他露脚步。脚步过来了，直接打。对面还是个单排王牌五星玩家。吃鸡牛逼！感谢观看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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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